以前我哋 Big Band Tourism 啦，第一次同一隊樂隊合拍嘅微電影啦。咁最困難嘅地方咧，就係我哋咧要諗一個故事咧出嚟串連曬五個人嘅。預備演繹一出歷險記。呢個故事其實係一個比較另類啲嘅愛情故事嚟嘅。咁其實係講一個阿 K 啦，係一個寬頻 sales 嚟嘅，每日都喺翻工啦，咁就好唔中意自己，好唔中意份工。個故事其實係最核心係就係講便便嘅，咁啊發現原來呢包紙巾咧，其實就可以佢一抹嘅時候就便便。咁佢就用呢個便便嘅功能啦，就去追佢心目中嘅女神。唔係喎，我覺得好靚。真嘅？嗯，我可唔可以做你第一個客人啊？最困難的地方就是怎樣拿捏分男女的一些愛情上的感情，因為故事就很多時就是講緊變面的時候，跟住去繼續去相處，是不是應該靠外表才可以維持兩個人的感情呢？我覺得最印象深刻呢，就是在一個露台那一場戲。咁嗰隊樂隊咧係好圓滿咁樣咧，將一首咧即係愛情嘅音樂咧展現到出嚟。我覺得個感覺同埋個 feeling 係好好嘅。